你吃点儿。如果还有下一集，有我没他。我这个奖杯真的好重啊。难道是听到哥的召唤了吗？哎，哥，你在哭？哎，腾哥，不是明天吗？什么明天？这今天？小宋，你也试试。有点感觉了啊，有点感觉了啊，有点感觉了啊！哎，你别看着我哭不出来。你想想你姐气愤的时候，调动一下情绪。你也没人送啊。哎，我花呢？花什么花？过来坐。哥，不是明天吗？找借口呢，过来。哭就行了呗。妹妹泪腺真发达。哎呦，我怎么在这儿？不是明天吗？是哥，我已经到了。哭对于我们演员来讲，那真的是小菜一碟。遥控器呢？这么神奇吗？哎，试试那谁。对，这么重量级的人物，一滴眼泪恐怕不够啊。看我的，刘德华。我还可以，我还可以，郭富城也行。对你爱爱爱不完、啊。张学友要不要？想离别离别。这也抱一棵松，这怎么了？马上给他过来。退货。哎，腾哥，刚和吴桐确认了，真的是明天。那还真是我记错了啊！今儿观众还没到呢，你们看着给解决一下。哎呀！哇，这么多啊！咱们先补点水，这还不简单？看我的，那我请你喝啤酒。那你问我哥吗？我哥。